與蕭永清對談，今日咧講一講啊，成個禮拜嚟講啦，大家都好關心嘅一個題目就係呢一個全民檢測。咁咧就截至到我哋做節目呢一刻咧，就係去到71万人度，咁咧就接近咧就全港嘅嗰個人口咧10%。先生，呢個數字你滿唔滿意咧？滿唔滿意睇你從邊個角度去睇啦。如果從呢次檢測，希望達到理想一啲嘅效果嚟講咧，呢個數字梗係唔滿意啦。啊，呢啲檢測嘅主要目的係咩咧？就係喺一個短時間入邊，將成個社會入邊嘅主要嘅或者大部分嘅受感染嘅人啊，尤其嗰啲係隱性嘅人都揾出嚟一次過清理咗佢嚇，或者即係隔離佢啊，跟蹤有密切接觸者啊，咁令到個疫情唔可以進一步擴散。咁呢個一定係要真係全民啊，或者接近越接近全民咧，效果越好嘅。咁呢件事咧，由於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在我來說是覺得有些盲目的去杯葛啊、抵制啊，咁令到個效果咪出唔到嚟咯。效果即係最理想的效果出唔到嚟，而家只有一個即係退而求次的效果，希望多多少少都揾到一啲人啊，揾到一部分都減少了那部分人，再擴散出去啦，咁都會如果揾到都有一定的效果的。之前曾經有人講，哇！如果揾到好多咪累死醫療系統，咁呢個就唔可以咁講咧。你揾個目的就係要揾佢出嚟制止佢蔓延，咁啊揾到。如果找到很多，其實即是說 很大危險，你不是閉上眼當他不在這裡就解決了。那有人說，如果出現幾萬個十幾萬個，那醫院怎麼辦？那我不算很懂這些東西的，不過我可以夠膽說，一定不會有那麼多隱性的人在這裡。因為如果有隱性那麼多數以萬計的人是真的一啲帶病毒而冇病徵嘅話咧，嗰、那個傳染嘅速度會好快嘅啦，唔係每日得幾十個人或者而家得幾個人添嚇。咁、所以我認為揾到嘅人數都係而家咁嘅人去檢查，揾到幾十人、百零人。啊、已經算好彩嘅啦！即係你覺得揾到新症嘅數字應該就唔高嘅。如果高嘅，即係應該蔓延得好快。而家你睇確診人數喺處下降緊噶嘛？即係而家都其實即係已經係冇再擴散啊嘛。所以一定人數唔多。如果好多隱形帶菌者咁啊，哇！隱形帶病毒的不是等於不會傳染的，都會傳染的嘛，不會現在這樣的數字，所以說出現幾萬人不可能的、會不會有些假陽性呢？任何測試都沒有100%準的、問題是假陽性說明是假的，就測多兩次就可以驗證它究竟真還是假咯。施達啦，其實咧，除咗你話今次嗰個嘅普檢之外咧，社會上咧對於下一步嘅做法咧、其實都冇乜一啲好主流嘅意見啊睇法嘅。咁、我哋都見到啦，其實而家大部分咧，即係病情嚴重啊，或者一啲死亡嘅個案咧，都係長者。其實喺呢啲方面咧，你有冇啲乜嘢嘅 idea？ 即係覺得應該政府喺做完今次普檢之後，可以再進一步 follow up 嘅。即係有啲人話啊，做普檢冇用嘅，一出嚟你即使嗰一個時刻冇感染，你出嚟喺街又可能感染到嘅，即係第二日已經冇作用啦。咁你都
要知道呢樣嘢叫做檢測，唔係去打防疫針啊嘛。打完防疫針就你話佢有冇效？去檢測點會有呢啲效啊？梗係冇呢種效。要檢測只係揾出一啲人咁解啫。咁做檢測咧，絕對唔係一勞永逸，或者係一個萬應良方，搞掂就乜都掂。佢係眾多防疫措施嘅其中一個環節，做咗之後希望整體有效果啫嘛。所以其他環節都要做噶。咁譬如外邊嚟嘅人嚇，採取咩措施，既有一定嘅限制，又唔好影響香港啲貨物嘅流通啊，社會嘅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啊，好多嘢一齊做噶。譬如你戴口罩啊，學校翻學有咩要求啊嚇？即係社會邊啲服務可以開放，開放到咩程度啊？係好大一連串措施夾埋先會有效果嘅啊！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好似見到都未有一啲好主流嘅意見出嚟。唔係而家做緊樣樣都做緊嘅，唔好一犯係你做出嚟就可以掂嘅。咁香港其實已經比外國做得多㗎啦嚇。一方面我哋有測試啦，測試有啲外國都做得好唔足㗎，即係我啲朋友喺其他地方明明中咗佢都叫你唔好測試㗎嚇。咁但係香港算測得密。測了有追蹤，亦都有足夠醫療措施去俾病嘅人去得到恰當嘅治療。咁呢啲下辦都係全方位做緊嘅。你話入遲啲下一步做乜嘢？咁而家我相信能夠諗到嘅都做緊啦。下一步就係希望疫苗出嚟，多啲人打咗之後有。即係抗體可以翻工，日常生活冇影響。咁呢個就係下一步希望睇到嘅嘢啦。你講話疫苗咧，就即刻我諗起咧，就近日咧，譬如有好多人就話譬如美國嘅疫苗就有機會可能喺十一月啦。咁咧就劍橋大學亦都有啲疫苗咧，就坊間傳聞啦嚇，就話咧其實就。應該都是第四季出到，咁咧俄國嘅疫苗亦都即係有一啲嘅嘗試嘅試緊嘅都好多隻嘅，有起碼五六隻我聽過。你估計咧，其實呢個所謂嘅即係疫苗嘅供應咧，會唔會成為下一波嘅一啲即係國家之間嘅爭拗啊，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大家掠奪啊呢一啲咁嘅情況？咁而家都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取態啦，一啲係拼命去投資落去，多啲有機會出現好結果嘅即係醫藥公司啦，希望買中啦嚇。除咗投資之外，有啲落訂單先啦，或者要自己國家嘅醫藥公司保證供應俾自己國家先啦。咁而家。我哋呢個世界仲係以國家為單位嘅情況下咧，採取本國優先嘅策略嘅，我相信佔嘅應該係多數嚟嘅。咁中國政府嘅取態咧就話呢藥物即係疫苗係底層係公共產品嚇，就佢會。俾啲落後國家都會賣啲俾佢，咁但係呢個亦都要睇疫情嘅情況嘅。譬如中國疫情好嚴重，我相信中國政府都要自己留一部分啦。咁而家中國疫情算控制得好，咁有條件俾啲其他國家當然好啦。但問題你都仲要生產到出嚟。的量有幾多少照我估計即係以中國的生產能力呢中國要生產得多生產得快的條件是有的另外就是這麼多隻疫苗其實
都有唔同嘅設計，即係嗰個防疫嘅手段技巧嘅。咁價錢都唔同嘅嚇，咁最好就係又平又正啦嚇。咁但係而家發現有一啲人係中咗招之後，仲會翻第二次感染嘅。咁如果你打即係你被真病毒感染，你出現嘅抗體都唔足夠嘅話咧，你被啲死嘅病毒啊，或者係減活嘅病毒做疫苗刺激出嚟嘅抗體可能都唔係好夠嘅。咁我自己認為疫苗有效嘅時間，而家啱啱仲喺研究緊，都未曾確定嘅。咁譬如咧，疫苗得三個月有效期喎，咁啊冇乜作用喎，打完又打，打極都唔夠喎。好，呢一節咧同阿先生傾到呢一度。